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初仙永红林。一早起来，先熬一个粥，然后再炒一点菜，看看今天做啥事。先把早餐弄好来，等一下他们起来就可以吃了。绿豆粥，满满一锅呀，让它小火慢熬。这样熬出来的粥就好喝。炒了一个豆角、小茄子，饭已经吃好了，就开始开工了。今天开建，我和娟娟的林娟院。名字都取好了。林应该是叫林娟。狗，对，哎，不要怨哈，怨感觉到像那个一样，有点像古时候的。说的对，是不是？现在永哥是我们这里的水泥工了，半桶水的水泥工。我妈妈又拿豆子来了，现在就开始天天吃豆子了。刚才拿了苦瓜，现在拿豆子。总有一片天空是那样干净蔚蓝。来，我给你拉，要不要？我要慢慢去弄好，稳不稳哈？我和娟娟两个人睡的稳不稳就靠你了。给他使用100年还是没问题的。弄好了，我和娟娟请你喝茶去。好的。还有胜哥哈。对。刚刚开始建，所以房间差了点点流金啊。环境差了一点点，刚刚开始嘛，是不是？那英子是最勤快的了，啥事都会干。啊，我姐也一起，看看我们的哦，姥姥在干嘛？她在把钱补回来。发根池也弄好了，这还有接管子，然后马桶贴瓷砖就搞定。还要气吗？打瓶水就要瓶，打瓶水知道怎么打吗？我还想上面再厚一点，你上面顶到来。一样，第一次就要打瓶，上面相差一点点再来刮，如果你太多的话就。你这里只有这么厚，再刮就太多了。可以了。搞了一次给它搞漂漂亮亮的。可以。我可以。去搬一下，我姥姥爷和徐总。去帮我搬门，那位老板送给乐乐的。
这个蛮是吧？那让你破费了。也拿了满满又拿吃的来。手机台哈，他会反过来吧？他的那边，就往这边走。对。那个等一下再拿，那个就放在车子上不要了。对，人家自己几个小孩。没事，拿这里是玩家，您这里等于好，今天拿好，这个等于反应。这就放在那上面吧，要放平的还是放斜的？放平的吗？不是，就放平的。故意给他放啊？放在这上面，就直接蹲在那上面哈。不会的，慢点。抬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点。他等于他先做好了那个，量了这个的。对，连那个门。这是店里的，对，刚好你可以见到，刚好量了一下，那个刚好。你们他们就冲着量机器。哦。老板大气，那个就不要了，给小孩子吃。小孩子不要吃啊。这么远。老板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永丰左龙的，门峡市。门峡市，是，老是在我们那里面。对，来你们这里看一下，看这里的风景特别美。好，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哈。不了吧？就在这里吃饭哈。你三个小孩呀，就在这里吃饭。小孩子不肯。可小朋友就在这阿姨这里吃饭，好不好？在这里吃饭吗？你看他不肯，不愿意，知道吗？不愿意吗？我们这里吃好吃的。好不好？就在这里吃，好不好？你们这里吃饭不吃？上面还有西瓜、冰棒。吃吧，是吧？就在这里。你要不要？这么快，走，我上去吃饭。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让他们玩一下吧，是啊。刚刚到这里，没那个鸡，拿了鱼种一卷那个不锈钢的过去还不够，还要搞一些这个过去。哎呀，他们等于在吃饭呢。今天上门峡市场的。来了，永丰卖门的，他今天送了一个咱们的门过来，是太感谢了。来这里粗茶淡饭随便吃点，没事的啊。三哥看一下，太谢谢大家了。咱们刷到咱们这个视频呢，给咱们门峡市永丰的门峡市点关注啊。要是有要门的，也可以去他那里走走看看，相信咱们的门呢质量杠杠的。吃饭，看今天搞了咱们的米粉豆，还有一些就是蔬菜。其实现在开始走咱们的大锅饭的路程去走，要不然每天炒这么多菜也是挺累的。随意吃啊，我先洗个手，搞得好脏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啊，马上我们要做一扇门去南极。弄好了之后就不会再去害别人的东西了，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，要不然的话天天吃掉人家的也不好，毕竟是村里村亲的，是不是？拜拜了。